由于财政困难导致的各种恶症，我觉得会越来越快的让人民团结到一个点上，如房屋养老金、食安问题、医疗问题、偷尸体这种广泛性的影响事件，将会把民众赶到聚集起来抗争，我觉得已经不远了，当下正是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就是说你看这些事件，就是这么极端的事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彻底的绝望，这种事情都能发生，你想想还什么不能发生，对吗？情况加观点，小孩子上小学，孩子上小学今年去学校报到，学校发新书，拿回来的新书里面赫然有一本叫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我认为中共害怕，非常害怕，中共非常知道自己的智商没有能力超越对人民有效洗脑，继续对人民有效洗脑，同时习近平也非常想让自己超越毛泽东，所以迫不及待的从小学生下手。中共越是极端越是不顾后果，人们的反感就越强烈，这就是越发加速了中共的灭亡，说的非常对，就是这样。就他有点急了，他说，我说他很极端的政策，极端的政策就是他真急了啊，他真是急了啊。那么观点，安史之乱，很多唐朝人都认为大唐要灭亡，但是大唐虽然在苟延残喘越来越弱，还是撑了150年。金正日死后，西方国家认为金正恩上台会实现改革，但实际上留过学的金正恩残暴程度一点不亚于他的父亲。朝鲜经济崩溃，但也不会灭亡，也是不灭亡。我觉得未来中国也会像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那样慢慢的衰弱，但是可以苟延残喘很多很多年。习近平死后，继任者的施政不会比习近平有多大改善，而是维护统治集团打压人民。我不觉得朝鲜的例子可以参考，因为朝鲜靠的是中共的支援。安史之乱也不能够形容现在的中共，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唐朝那个时代，它的集约化程度是很低的，政权的集约化程度很低。什么叫政权的集约化程度很低？就是基本上这是一个，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整个国家正常运转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没有人需要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自己独立存在的，理解吗？但是呢，在现在的社会不是一样，现在社会如果你没有了中央政府，整个中国没办法运转。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上去了，就是你其他事情都不能干，你必须得到他的通过他才能实现，理解吗？所以呢，不要把我们很喜欢把历史发生的事情来和现在对照来推断，不能够推断，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物体，就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现在政府如果你没有老百姓的服从，基本上你也很难运作，理解吗？因为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当初苏联是怎么垮台的吗？柏林墙是怎么倒塌的吗？穷死的，苏联是穷死的，没有人不需要打垮他，苏联纯粹就穷死的，这个政权就穷垮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然后他有这么庞大的僵尸结构，他就是纯粹穷死掉。你认为现在的中共会比苏联强吗？中共比苏联灵活，这是事实，但是灵活并不改变他的本质，他一样，就是他比苏共更疯狂，他的这种压榨，他的这种掠夺，他比苏共还要厉害。所以你要知道，中共这个政权，他这个掠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这个政权会比苏共穷死的更快，因为他都往家里搂啊。所以我不觉得你拿这个唐朝和中共现在对比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价值。不要用历史来衡量现在的中国，这完全不同的。中共早就切断了和中国历史的关联，理解吗？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这个文化上层面，中共已经切断了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国的关系，没有可比性，都没有可比性。
的爱情里没什么秘密，我看着你自己看不到你，心情渐渐住在没白就无边的空虚，就像站在空间里。